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敢开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。这一箱战利品，我也不知道我买了什么。有一些应该是玛莎拉蒂的东西啦，这个是那个玛莎拉蒂用的 Catch 的护盖。哦，我等一下装给你看，我等一下装给你看，我等一下装给你看。我然后，哎，你看，干嘛？这也是玛莎拉蒂要用的？没有，群马有没有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车的车牌？什么车？群马就那几台车哩。群马就像。你去查，好，然后还买这个亚利桑那车牌，有没有？亚利桑那车牌中间就是一个仙人掌，他们的车牌就是这样啦。可是这不是真的啦，这应该是仿制的车牌啊。这是 California 加州车牌，这也是在我在国外网站买回来的。我真的买很多东西，我都自己都不知道什么。它是什么？哎，排挡头，国制的，后劲很强，通用型。菲亚特的。我跟你讲，排挡头我买了好多颗，我可以慢慢挑用哪一颗，好不好？不一定要这一颗。你刚刚那个后镜也是从国外买的？也是从国外买的。国外买中文的，又是排挡头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有地方要用。你要装在哪？先不要讲，这个我已经想好要用在哪里。我就上网站看，然后忍不住啊，觉得你看，哎，很可爱，你看还有龙，哎，有没有？帅吧？插一把刀排挡头，超帅。还有。哎，一样啊，这个我买一对。为什么要一对？好像有一台车是自排车专用，一台是手排车专用。哦，那还有分哦。对，如果是自排车专用，不是要按按钮吗？嗯，你排挡按按钮，它就变成压下去以后就可以排。哦。下一位，我跟你讲，小花排挡头已经不稀奇，超级小花排挡头，晶莹透彻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集光拍完开箱排挡头就可以做一集了。神奇宝贝球，帅吧？神奇宝贝球排挡头有没有中？你自己说。这蛮可爱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按钮可以按吗？这个、啊？没有。按的我怕你就被收进来。不行啊，怎么可能可以按？这不还有？这颗又是什么呢？夜明珠。这个是夜光的哦。它会发光。它会在那发光啊。这一个都不贵啦，我记得都几百块而已。哎，哦，来这个，这个是那个卡蒙贴纸，玛莎拉蒂要用的。对，你看，就是可以贴一些护盖啊，什么饰板。然后它应该是帮你裁好。这么贴心吗？哦，有没有？好像有点太亮了。对啊，这亮的，没关系，质感太差我们就不要贴。其实我买的时候不知道它来是这样。哦，你买的时候是？我以为它是硬的，我想到怎么那么便宜，原来是纸的。好，这个先放旁边。哎，排挡头之乱应该结束了吧？哦，还有一个。哦，这个我也很喜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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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七龙珠四星球。那你只有买一颗？买四星啊，因为一开始他最找不到就是四星啊。你没看七龙珠对不对？没有看。一到七号，四号是主角。OK， 它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，因为玛莎拉蒂手套箱超级深，它装我超深，所以我买了一个隔板。然后这两个，这个圈圈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等一下我们再去比对一下。这个就是很好装，我都买一些小东西就很好装。然后哦，这个你看，我本来买那个我以为是这种硬的，贴片的。对啊，这比较好贴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天窗开关那边。哦。它是什么？各式各样的方向盘贴片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排挡座哦，不是出风口。车机那边的，对，车机那边。哦，脚踏板，怎么那么小一片？是学习踏板，油门跟刹车踏板，而且它这看起来是可以直上的，它就把原本的橡胶拿起来，再把这橡胶套回去就好了。哦，阿呆，我跟你讲，羡慕了吧？有自己的车就是这样，一直买一直买，羡慕羡慕。有没有很想要有一台自己的车，然后可以每天上网，然后看有什么小东西自己买回来装？有没有那种羡慕这种感觉？我是羡慕你有钱。没有钱也可以，你可以买便宜的回来慢慢看，不要企图制造仇富的风向。哎，好像快没了嘞！我还有是贴片，这中控台，完了，我好像没有买齐全，我会不会只有贴一边有一边没有？东一块西一块。我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哎，我看起来是东一块西一块，怎么办？完了完了完了，好像是东一块哎，对啊。好了，我去商比一下，去商比一下。耶、yeah。哦，这里原本是这样，原本就是都是黑色的。对啊，那个都黑的。哦，变很大片，粘上去，就这样。应该是吧？对啊，那个地方。
然后脚的，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？这就把它原厂的剥掉。哦，起来啊！原本这样，我应该没买错吧？看，哎，看，好像靠，怎么好像不太有？阿丹，你不要吓我。用脚踩会比较快。它后面的皮你要把它往外翻啊，因为它是靠这个有没有夹住铁片包住？对，所以皮要把它往外翻夹进去。哎，好嘞，变银色的了。下一个这个，哎，看这个是硬的呢。啊，那直接套上去了，可以拔吗？我在看啊，硬邦邦，拔不起来。那就直接套了。直接套吗？对啊，好像是，这边有开口，就滑上去。滑上去就好了，它是往上这样，滑上去。花两分钟飞来去的。好了，变大片了。小胖在不在？小胖，帮我拿去渍油。不错吧？不错啊，送你一个原厂的。买不起玛莎拉蒂，家里可以放一个玛莎拉蒂夹踏板。哒哒，这里啊，就这样。对啊，那就保护啊。你觉得这螺丝很丑啊？就这样，我到时候我看你买自己的车，你会去买这种有的没有的？这个我应该是不会了。话别说得太早，到时候我就看你买什么废物回来。会粘粘，关不起来。我看看，好紧张哦。哦，可以啊，没有影响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最后一个。黏住，不要看到螺丝比较好看吧？都差不多哎。哦，细节 detail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弄我们的脚踏板大魔王。哎，打灯一下。我们要先撕吗？先撕好了。先撕吗？先撕啊。我怕进去以后我没办法撕。啊！啊！怎样？我把玛莎拉蒂的马克压进去了，靠背。我怎么看呢？我家菜也不是啊。怎么办？啊！干，只能这样了。玛莎拉蒂三套组搞定了，给你拍一下玛莎拉蒂三套组完工照。可以吧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吧？这个还不错。外面看起来有点战斗气息了吧？剩下这些要比划一下在哪里，这框框就应该在这里吧。它这个超深的啊，就放不了什么东西啊。哎，我买错了。哦，有啦有啦，刚好啦，靠一下。有没有里面的藏塞卡？有没有那种笔在里面滴滴漏漏，笔就放这。好，再来，这个是哪里？它在这哪里？那个圆圈圈啊，这里。那有分大小圈吗？不是啊，这样贴起来字看得到吗？哦，哎，还蛮密的哎，这个以后撕下来不知道会不会漆全部都GG啊？你看它是双面胶，它切一条一条的，没有断，没有断，不然我要生气，不能让王爷发飙，你知道？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敢开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。好，蛮密的吧？嗯，这还不错。OK， 好，再来是。哎，他到底他那时候拆方向盘是不是这个是我原本的？对对，所以我可以贴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延伸到后面的。哎，好像没有呢。可能跟他不会垮的。啊，这个到时候方向盘用再研究，好吧？等他做好再这样再研究。不是啊，这出风口我那个字怎么办？他会贴掉吗？他贴掉不就浮起来了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这样。哎，怎样？他有留拉放的。有啊，可是浮浮的啊，还有打字啊，因为你看这个是浮起来的、啊，它是凹进去的。对啊，啊所以两个会修怕。好了，管它的，贴的要不要？这贴的好像没有比较好看的。点缀啊，没有点缀的效果。太大一点了。太大一点了。这个被阿呆打枪，这个先不要。我看还有什么。啊，完蛋了，这个也会被阿呆打枪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为什么被撕过了？不是你开的吗？不是我开的，但我没有把这个双面胶撕掉。还是他比较贴心，他帮我撕好。他是不是拿人家退货的给我？你看，这还没拆封，就后面的那个红色的都不见了，红色的已经不见了。啊，你要说他贴心吗？太贴心了。这样还会粘吗？好像可以，这可以吗？哦，这还行。看你们阿呆的眼光，我不太了解阿呆的执着点。阿呆说可以，我就听听话。去自由可以这样一直随便乱挑。你说会不会咬漆是不是？对啊，不会啊。
松香水才会，所以去之友可以喝，松香水不能喝。没有，我乱讲的，干你要上金鱼哦。哎，这样很帅，这个有没有？这样 OK 吧？嗯。看阿呆认证，看，好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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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是，这是这是，说上面。对啊，上面。怎样？干你要说什么了？没有，你先比比看，我再看一下。妈的！哦，这两个，哦，那这个贴起来应该蛮好看的。哦，看啊，阿呆见风转舵啊！看尚书大人真机灵，我操！风往哪边吹，妈就往哪里倒。有没有？然后两片是这样，我没有三只手，我只能这样给你看。这样还 OK 吧？反正在屋顶，干不要再选了，我不管你，玩你。我不要等你讲话。哎，这个真的好看。干在屋顶，他妈的你要怎样？在屋顶插这里的歌。我已经听你的话，方法没贴，中台没贴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以前小时候自己下班有没有，然后在那边弄这些东西啊，一条一条这样撕的，人家不知不觉哦，弄到凌晨，你知道吗？变成无微不微啊，你知道，在做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，有时候时间过超快，有时候弄完都凌晨一两点、两三点。你看现在热到要死哦，啊有时候冷的要死，他就窝在车上那边弄东西了。以前 K 8有出这种中控面板有没有？还有出铝的、carbon 的，然后也是直接这样粘上去。我跟你讲，每个开 K 8的机都粘过。都是用粘的，不是用没有直接换壳的那种。没有啦，粘的拆太麻烦了啦。你看之前我们拍那个530的那个水转印，要用水转印的那个，看那个光拆那一些。OK， 下面一位，这个是这片嘛。然后女孩子就永远都搞不懂，说为什么男生就是买的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车上可以用那么久，可以用那么久，对不对？就跟男孩子也不懂，明明一个小时前就跟你说要出门的，你还坐在化妆台前面。我跟你讲哦，坐在化妆台前面代表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化妆挑战完结束之后，还有下一关挑衣服，要一直穿，一直脱，一直穿，一直脱，一直穿，一直脱，一直搭配，到最后丢的床上都衣服。好，所以那个挑战是一关一关的哦。哦，最后是鞋子吗？哦，鞋子可能会快一点点呐、啊。哎、欸，好了、欸，不错吧？好看，真的好看。还有吗？有啊，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分真的不行了。整套的呢？没了啦，没了啦，剩下方向盘呐，跟这个啦。好，这个我先收起来啦，好不好？让给有缘人呐。阿呆说：“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一个哎、欸。”是哪里？哎、欸，后视镜哎，后视镜的框框啊！哎呀，哇，我买到我自己都忘记了，这边啊，这也不行耶。为什么不行的点在哪？这也很土炮的感觉，可是很丑哎，你看它脏脏的，没有，那挡起来脏脏的看不到。啊，它会再脏回来。好吧，观众朋友，这个后照镜可不可以？中控台可不可以？好不好？观众朋友决定，你拍一次给大家看。啊，对，我告诉你。没有啊，整个啊，氛围，你要一组上来氛围。等一下，我连他的方盘我都压上去。那我让观众朋友选哪一个可以装，哪个不能装。好，有三个我们没粘，对不对？就是第一个就方盘，然后第二个是中央面板，第三个后照镜。好，好拿掉，现在是没有的样子，没有的样子。阿呆说不准装。阿呆说：“这个也不准装，这个是要等你方向盘回来再看。好”好，好，这个给观众朋友决定了，那我就先收起来了，好不好？没了吗？其实它还有卖很多东西，包含这个前面的水箱护罩，像 B N W 一样，它会有三条那个塑胶的三根，然后是意大利国旗，然后像我上网看很多，还有比如说这三个也有卡泵的。但是外观其实我比较喜欢电镀的，对啊，我觉得白色配电镀的蛮有质感，对啊。那内装的部分我就觉得像这个也有卖啊，反正基本上只要你看到的框都有卖啦，但我没有全买啦，我就大概买这样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这个就给观众朋友决定。以后妈的阿呆有车，我就看他弄什么东西。哦 ，RGB 霓虹灯，啊、哦，在车上打炮的时候，我在看阿呆到时候会弄出什么鬼东西来，换我来笑他。好不好？每个人弄自己的爱车都有不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。阿呆口味就是喜欢灯光的嘛。啊，我不是这个卡梦有多多上多多派的。好，每一个人流派都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自己开心就好了。好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这样可以集以后，哎、欸，观众朋友多想要学如何把这个
面板擦干净，然后把这个东西贴上去。啊，放后也挺好。哎，这精装。精装板，对，人家精装再精装，双精装就是什么铝合金门槛、金属脚踏板，黑洞洗洁配备，你是跨龙膜哦。哎，这不用放会员，这个放正片就好了，反正人家没骗，随便上，先骗个几万再说，靠腰。好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敢开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。下次就改大包了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想改。大包长怎样啊？帅。我真的没，我没看过。我改天路上也没看過。我改天贴，就是你没看过才帅啊。你看过吗？不会帅到哪里去。真的啦，很帅啦。而且大包上了排气管就要弄了。它跟那个轮框搭起来会合吗？哦，你看，这個、有可能不会合。对啊，这轮框太优雅了。还是不要改了，不要花这钱。我再考虑一下，被阿大这样一讲，你那边还有一台要多少钱？拍啊，啊，满目疮痍啊，战损，不然我就这样开就好了，要不要？哎、欸，而且它那个为什么下雨都不会不见呢、啊？我不知道，这擦擦笔啊，你要擦它才会掉，你不擦它不会掉啊。这么耐用、啊？哇，你拿来画。看到那台车我就担心了，看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